我哋而家嚟到啟德柏偉森嘅樓盤，咁嚟睇呢個示範單位。Hello， 七點幾都咁多人。有個情況就係可能係柏偉森385呎嘅兩房，成個間隔就好實用。我哋入嚟睇下，佢啲木飾面其實做工就好精緻。咁入嚟又基本上係冇玄關位，一個長形嘅廳。咁非常之好啦，擺完個 sofa 電視，仲有呢度有一個好靚嘅廚房，個廚房嘅設計就加大咗，比普通嘅一字型嘅廚房更加好用，可以擺到啲大鍋啦，電磁爐就打橫咗，佢兩個爐頭都用到，非常之好，同埋佢有啲層架啦，上面都有，變相嚟講就好好用，同埋佢呢個有個升降架，你呢條味料可以擺喺呢度，呢度就可以擺下啲電飯煲啊。然后呢度就是一个雪柜啦，呢度一个圆形嘅台啦，露台用用托门，然后行出嚟摆咗一个洗衣机，大眼仔，如果落雨嘅话可以拉低佢，咁就唔会撇雨咯。主人房佢预留咗一个衣柜位，然后摆咗张床，落地玻璃窗，楼底就3.15米 ，OK 嘅。揭开佢，咁呢度有啲鞋柜位啦，都会摆鞋，然后呢个摆电话，上面仲有啲层架可以摆嘢。再入嚟就系个浴室，那个浴室就纤厚。挺靓的，同埋有窗的，空间都 OK， 成 set 嘢都好鬼精致。小的睡房就很方正，个窗嗰边做了一个工作台，都挺靓的，整个间隔好靓的，设计上都很花心思。你哋觉得点？欢迎留言话我知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